陈总，你就是个陈总，你就是其他国家陈总，你管理的是全体管理员了，好了，就是个陈总，你就是个陈总，为什么啥意思啊你？你啥意思啊你啊？我嫌你的环状的陈总。我都听不出一点了，我告诉你，我都听不出。拿出来看一下，你是不是中国人？不是中国人，拿出来看一下，你是不是中国人？妈呀，神探是哪里的舔狗啊？你再骂一句，再骂一句，你再骂一句，再骂一句，你妈呀，你再骂一句啊，你再骂一句啊，你再骂一句啊！我操，你疯了！再骂一句，怎么？看你像不像鸡？你妈才不像像鸡呀！你怎么看你像鸡啊你？都在吵架，影响了别人，知道吗？别人睡觉，别人睡觉。
我跟他在一起，他们就他聊的哪？你问一下这个帅哥就行了，你问一下。在中广车啊，来，休息一下。他们的座位都不是在这里。等一下，啊啊，不对，哥，咱们跟一年一个哥们儿在聊天的过程中呢，他两个家伙激烈的伤害了这个车厢里的。不要带走，不要带走，真的不要带走，不要带走，不要带走，我让他等着到现场，不要放下。我问题，我问题，我得出。不是，你先让他们道歉，不是，你先让他们道歉再说。先不着急，我问一下情况再讲嘛。来，干什么？先不要说。对，先不要说。我们后面带过来行吗？公安马上过来。因为我要叫他给我们道歉。现在旁边给我们全车人道歉。对呀。他妈的啥玩意儿？姑娘们，你来呀！来，我看一下。他骂我了，我掐着他脖子了。刚走开了一个大门呢，我让你让我让。哦，一个公司。哎，我这工资，我不知道是哪个的，我这工资不同啊，好了好了好了。